充满浓厚人文气息的诚品书店，店内以木材以及黑色的工业化铁格来布置，营造出低调却不失时尚的风格。而翻阅书籍之余，你也可以在场内挑选一下文创用品，这里汇集了不少国际品牌哦，无论是流行的男女衣饰或是衣格配件都可以来找到的。而另外呢，典雅的艺品收藏，像是精致而多样化的拼图也是人气之选呢。想要休息一下，不如就坐在绿盖茶馆，品尝一杯凉快的奶盖饮料，然后静静欣赏沉稳的阅读氛围。多元化的空间配置也相当受到台湾年轻人的欢迎。